在我们在 Hoge Hospital 霍格医院，你对于这次手转胎位能简单介绍一下吗？我的宝宝之前胎位都是很好，然后到36周的时候，他的头在这儿，那医生呢说就是说他可以让我去尝试一下，通过一种外部的方式把头到一个标准的胎位。那我说我就觉得，因为我非常相信袁宇子医生他的医术和霍格医院的医疗水平，反正我试一下，如果成功的话呢，我再朝顺着这个方向去做。在国内的话，如果胎位不正，大多数人只能选择剖腹产了。好像这样的操作手术方式啊，手转胎位的方式应该是内视门所未闻的。艾丽丝医生他非常有信心，包括对我的整个怀孕的情况、胎儿在子宫内的情况，他了解的都非常清楚，所以呢，我也非常有信心去尝试一下。现在准备胎心监护。我一直知道。给你输完液之后，接下来会给你，打针。这个针是让你的子宫放松的。Let's talk about the risks, first of all. 首先要讲一下风险。医生说，首先手转胎位呢，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方法，它的成功几率是50%-70%。对于你来讲，因为你第一胎是剖腹产，你的风险会是比没有做过剖腹产的妈妈的要高。OK。现在给你上了这个液体，然后等一下呢，做 B 超，做完 B 超，在手转胎位之前，会让你去洗手间，先去排尿，先排空。这是头。There is the baby's heartbeat. 心跳。Okay, you can slow it down now. To 125. 医生说液体的速度可以减慢了。你觉得现在想要上洗手间尿尿吗？现在有感觉吗？Not much. Okay. Perfect. So now I want you to get up and go to the bathroom. Okay. 先去洗手间，有什么感受？现在还是比较放松的。Okay, you ready? 准备好了吧？Success. Yes. Success? Wonderful. Head down. Perfect. Already? My God. Miracle. Thank you. Can we? So where's the hat now? My God, I'm so excited. Here's my heart first. So the head's right there. Oh my God. Here's the heartbeat. Perfect. 心跳很正常，很完美。So look. See? 看到了吗？头现在在下面了，太好了。So from here, 头转过来了，你能看到心跳吗 ？You see it? Perfect. Yes. Okay. Rupture of the uterus, pretty minimal. 说他用的力气非常小，然后他自然就很顺利的转过来了。2 hours here, we'll watch you, and then you can go home. 在这待2个小时之后，然后就可以回家。Bye bye. Thank you. Thank you, doctor. You're welcome. 非常好，感觉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没有任何的不适。很放松，然后医生他的手用的力道也非常的轻柔，感觉不出来什么，但是非常神奇，宝宝的头就已经到了一个正常的位置。对爱丽丝医生有什么评价？一切交给他，太放心了。